看看我的菜是不是都没有了。 医院的新课题一大堆，好烦人哦。 这么晚了会是谁呢？ 来了，是隔壁邻居家的弟弟啊。
快进来。有什么事吗？就是那个挠痒痒的。你妈妈让你过来还上次借的东西。哦，平时不都是你妈妈来还的吗？嗯？怎么今天你自己来了？你爸爸妈妈都加班不回来了，太好了。啊，嗯，没事没事，姐姐没有说什么。啊，对了，弟弟，你一个人在家，不是很无聊的时候，是吧？最近呢？正好姐姐一个人在家哦。那要不要？哎，在想什么？红什么呀？真是可爱呢。姐姐是说，要不要跟我一起聊一会儿天？正好回家也没事情做，姐姐一个人也好孤单。寂寞冷的呢。好啦，不逗你了。姐姐只是正常医院的新课题，没人做实验呢，谁知道小白鼠这次都送上门来了。嗯，不对不对，是弟弟就送上门来了。别害怕嘛，刚刚和姐姐说话不是还脸红红的吗？放心，姐姐不会伤害你，就只要一会儿，弟弟只要乖乖告诉姐姐什么感受就可以了，不然姐姐说不定真的要给你惩罚。